everyone. This week, we are going to focus on some grammar parts first. By the end of this class, you will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parts of the sentences and distinguish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s. Now, let's begin our class. 同学们，在英语学习中，我们会发现英语的句子有长有短，有简有繁。从现象上看，似乎千变万化，难以琢磨。但从实质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句子当中的内在联系，并找出它们共同的规律。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可以归纳成五种基本句型，以及它们的扩大、组合、省略以及倒装。掌握了这五种基本的句型，就掌握了各种英语句子结构的基础。这五种基本句型分别是：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主谓结构，也就是 subject plus verb。第二种是 subject plus verb plus object，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谓宾结构。第三种我们称之为 subject plus verb plus object plus complement， 主谓宾和宾补的结构。第四种是 subject plus verb plus indirect object plus direct object，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主语加谓语加间接宾语再加直接宾语的结构。通常情况下，我们也会称为这类句型为双宾结构。最后一种句型我们叫做 subject plus link verb plus predicative，也就是主系表的结构。现在请各位同学关注一下这五种基本句型。我们会发现前四种有共同的特点，前四种的句子成分里面都共同拥有主谓成分，所以我们今天就先来关注前四种基本句型。那么在学习句子的基本结构之前，我们首先先要弄清楚一些基本的概念。首先，主语很好理解，它是一个动作的发出者，是这句话主要说明的对象。而标红的谓语是一句话的核心，也是一个句子当中最重要的成分，它是主语所发出的动作。而宾语则是动作的承受者。补语部分是用来补充说明主语或宾语的。那么我们在之后的例子当中会给大家具体的分析。首先我们来看基本句型一，主谓结构。主谓结构的句子有一个共同特点，也就是这一类句子的谓语动词都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而这类动词我们称之为不及物动词。它后面可以跟副词、介词短语或者状语从句等等。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具体的例子。首先我们看这六个句子，现在请跟着我一起来读一遍它们。Time flies. The moon rose. She cooked. We can swim. He is playing. They didn't work. Very good.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句子的共同特点。主语加上一个动词就能够把整个句子的意思表达得清楚完整。时光飞逝，月亮升起，他做饭，我们会游泳，他正在玩耍，他们没有工作。所以这一类句子结构我们称之为主谓结构。
现在请同学们注意一下后三句话。后三句话当中，谓语动词分别和情态动词、be动词以及助动词进行搭配。这样的结构我们称之为复合谓语，我们把它们看作一个组合，所以它仍然是最简单的主谓结构。虽然这里给出的例句都非常的短小，但是同学们请不要小看主谓结构，主谓结构可以进行进一步的拓展，一样能够帮助我们表达丰富的句意。例如，主语加不及物动词加状语，状语表示时间、地点、方式、原因、目的、程度、比较和伴随成分等。那么让我们来看具体的例子。首先，主语加上动词加上副词，比如 Birds sing beautifully， 这里面 Birds 是主语， sing 是谓语，而 beautifully 实际上是形容谓语的状语。其次，主语加上谓语动词之后，还可以加上介词短语，例如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后面的 in the east 是表示地点的状语。再比如 I often get up at 5:30 in the morning， 这里面我是主语， often 是状语， get up 是谓语，而后面的 at 5:30 in the morning 是表示时间的状语。最后，我们还可以加上不定式的结构，例如 They stopped to take a short rest， 他们停下来目的是简单的休息一下，所以后面的 to do 结构实际上是表目的的状语。所以同学们，如果我们能够把主谓结构进行拓展，我们一样可以表达丰富的句意。那么现在请按照刚才我们讲过的主谓基本结构进行连词成句。现在请按下暂停键，拿出一张纸和一根笔，你有三分钟的时间完成这四道练习。现在请开始练习。Welcome back. Now, let's check the answer together. The first one. Please read the sentence loudly. Very good. The wind blows gently. 这句话当中，主语是 the wind。Blows 是谓语动词，而 gently 作为副词来形容 blows。 What about the next one? Read it please. Excellent. The sun shines brightly. 这句话的结构和前面一句话的结构是一样的。 And what about the third one?Very good. They are dancing in the hall. 这里面主语是 they， 谓语动词是 are dancing， in the hall 是表示地点的状语。 And what about the last one? Very good. I get up early to catch the train.这里面主语是 I， get up 是谓语动词， early 是用来修饰 get up 的程度，起得早，而后面 to catch the train 是表示目的，起得早的目的是要赶火车。 Very good. Now let's come to the second one.
主谓宾结构。主谓宾结构句子共同的特点是，谓语动词都具有实际的含义，都是主语所产生的动作，但是它不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必须跟有一个宾语，也就是动作的承受者，才能够使意思完整。而这一类的动词，我们称它们为及物动词。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些例句。在这几个例句当中，我先把宾语部分进行了遮盖，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只有主语和谓语动词是不能够完整的表达这句话的意思的。Danny likes， Danny 喜欢，喜欢什么人，喜欢什么东西，我们并不清楚。同理，其他五个句子也是如此。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一类动词后面加上一个宾语部分，也就是动作的承受对象，才能够让这句话表达完整清楚。Danny likes donuts. Read after me. She laughed at her. He made cakes. They ate apples. I want to have a cup of tea. He said good morning. Very good.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四句话用了名词或者代词充当了宾语成分，而第五句话则是用 to do 的不定式来充当宾语。I want， 我想要，想要做什么？想要来一杯茶。而第六句话则是用 good morning 这样一个问候语来充当了宾语成分。所以我们之前讲过的宾语从句，实际上就是把宾语的部分替换成了一句话。那么现在让我们来自己练习一下，你现在有三分钟的时间来找出这些话当中的宾语成分。现在请按下暂停键开始练习。 OK, time is up. Do you find all the objects in these sentences? Now, let's check it one by one. The first one. Which one is the object? Very good. His homework.Right? 在这句话当中 My brother 是主语， Haven't done 是谓语动词，我的哥哥还没有做完，而 his homework 是做完的对象，因此 his homework 是这句话当中的宾语部分。 And what about the next on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speak EnglishYes, English is the object of the sentence. 在这句话当中 people 是主语， all over the world 实际上是用来修饰 people 的。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说英文，所以这句话当中的谓语动词是 speak。 English 是说的对象，具体的内容。那么第三个， How many new words did you learn last class? 这句话当中哪一个是宾语成分呢？想要找到宾语，我们就要先找到动词。所以这句话的动词是 learn。那么具体学习的内容是 words。Very good。所以这句话的宾语成分是 words。And the last one. Excellent. The library is the object. 在这句话当中，宾语成分是 the library， 因为谓语动词是 loves， 是喜爱，所以 library 是喜欢的对象，他喜爱图书馆，而后面 because 连接的是
原因状语从句。好，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个基本句型，也就是主语加谓语加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的结构。刚才我们这一类结构是主谓宾只有一个宾语，而第三种类型的句子，它的特点是谓语动词必须要跟两个宾语才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这两个宾语，一个是动作的直接承受者，另一个则是动作的间接承受者。通常情况下，这一个间接承受者用一个介词来连接。当动作的间接承受者在动作的直接承受者之前时，这一介词往往被省略。看到现在，大家可能有一点混乱。没关系，现在让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来看一看这一类句型。Now, please read the sentences after me. She passed him a book. She cooked her husband a delicious meal. He brought her a dictionary. He bought him nothing. I showed her my pictures. I gave him a hand. Very good.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这六句话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宾语的部分同时又有人又有物，所以就像这个表格的抬头说的一样，间接宾语的部分往往多指人，而直接宾语的部分则多指物。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这一段话。当间接承受者在动作的直接承受者之前时，这一介词往往被省略了。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直接把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的前面即可。但是当间接宾语放在直接宾语的后面时，我们通常要用介词来连接。同样的句子，现在请再跟我读一遍。She passed a book to him. She cooked a delicious meal for her husband. He brought a dictionary for her. He bought nothing for him. I showed my pictures to her. I gave a hand to him. 所以同学们可以看到，介词部分可以基本分为两大种类型，一种是动词后面加 to， 一种是动词后面加 for。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总结了这两类动词。 A 类动词包括give something to somebody, show something to somebody, send something to somebody 等等。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一类动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直接宾语部分发生上了位置上的变化。例如 I give a birthday cake to him， 这句话的直接宾语是 a birthday cake，生日蛋糕从我这里到了他那里。而 B 类动词后面加 for 的则包括 buy something for somebody, make something for somebody, order something for somebody 等等。这类动词它所引导的直接宾语没有发生位置上的变化，例如I buy a birthday cake for him. 我给他买了一个生日蛋糕。他强调的是目的，为他买了一个蛋糕。所以现在请同学们按下暂停键，用5分钟的时间把这类动词
摘抄到自己的笔记本上。Welcome back. Now, let's have a practice. And try to underline the direct object and circle the indirect object. 现在你有五分钟的时间来阅读这五个句子，并用下划线画出它的直接宾语，用圆圈圈出它的间接宾语。现在，请开始练习。Welcome back. Now, let's check them one by one. The first one, read after me. Please tell us a story. Very good. 那么这句话里面，谁是直接宾语，谁是间接宾语呢？我们先要找出这句话的动词。动词是 tell， 所以 tell 的直接宾语应该是 a story， 间接宾语则是us. Very good. And the next one, read after me. My father bought a new bag for me last week. 这句话当中谓语动词是 bought， 所以 bought 的对象直接宾语是 a new bag， 间接宾语则是 me. Excellent. The next one,Mr. Lee is going to teach us history next term. 这句话当中 is going to teach 是谓语动词。教，教什么？ History， 所以 history 是这句话的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则是 us. Next one. Here is a pen. Give it to Tom.Very good. 这句话当中的谓语动词是 give， 所以直接宾语是 it， 而间接宾语是 Tom. The last one. Did he leave any messages for me? 这句话当中的谓语动词是 leave， 所以它的直接宾语是 any messages， 而间接宾语应该是me， 所以各位同学请注意，当所有的间接宾语放在后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二、四、五句子当中都会有介词，或者是 for， 或者是 to。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本节课最后一个基本句型，主谓宾宾补的结构。这一类句型的共同特点是动词虽然是及物动词，但是只跟一个宾语还不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必须要加上一个补足成分来补足宾语，才能够使意思表达完整。这里面我们需要注意区分主谓双宾结构和主谓宾宾补结构。主谓双宾是指一个谓语动词有两个承受的对象，大部分情况下来说，一个是人，一个是物。而主谓宾宾补则是通过宾语的补足语来补充说明宾语的情况，所以宾补并不是谓语动词的承受对象。那么现在让我们通过一些例句来看一看。首先，我把宾语补足语的部分进行了遮挡，我们现在请关注主谓宾部分。We keep the table. 我们把桌子保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现在还不知道。They painted the door. 他们把这扇门涂成了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也不清楚。同理，后面的六个句子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通过一系列成分来补充说明宾语的状态。例如 ,we keep the table clean. 我们保持这个桌子干净整洁。They painted the door green. 他们把门涂成了绿色。They call supper dinner.
他们管 supper 叫做 dinner。They found the house dirty. 他们发现这个房子脏了。What makes him sad? 是什么让他这么伤心？ We saw him out. 我们看见他出去了。He asked me to come back soon. 他让我早点回来。I saw them getting on the bus. 我看到他们上了公交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宾补是用来补充说明宾语的状态的，它们并不是谓语动词的施加对象，所以这就是双宾结构和主谓宾宾补结构的区别。那么现在，请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练习。现在，请按下暂停键，用三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五个句子分别属于我们今天讲的这四种基本句型的哪一种？现在，请开始练习。Okay, time is up. Now, let's check it. The first one, read after me. They work hard. Very good. So, which structure it belongs to?Yes. Subject plus verb, 主谓结构。主语 they, work 是谓语，而 hard 是副词，用来形容 work 的程度，他们工作很努力。And what about the second one? Read after me. Plants need water. Very good. Is 主谓宾结构。主语是植物，植物需要的内容是水。And what about the third one? He gives me some seeds. Yes, is subject plus verb plus indirect subject plus direct subject. 主谓间宾和直宾结构。这里面 gives 是谓语动词， me 是间接宾语，而 some seeds 是给的直接宾语。 What about the next one? We should keep the plants in the shade. Read after me. Very good. 这句话属于主谓宾宾补结构。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应该让植物待在阴影当中，阴凉处。所以 in the shade 在这里面实际上是对于 plants 的一个补充说明。最后一个， many animals live in trees。 这里面注意这句话是主谓结构， in trees 是地点状语，许多动物都居住在树林中，所以这句话是标准的主谓结构。 in trees 是表示居住的具体地点，所以它是地点状语而不是宾语，宾语一定是动作的承受者。 OK, that's so much for today's class.See you next period.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keep focusing on some grammar parts. By the end of this class, you will be able to identify the parts of the sentences.Distinguish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sentences, and use the sentence pattern there be properly. Now, let's begin our class.
同学们，在上一次的课程中，我们已经了解了英语的五种基本句型中的四种，分别是主谓、主谓宾、主谓宾宾补和主谓间宾加上直宾的结构。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英语的最后一种基本句型 ：subject plus link word plus predicative，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主系表结构。同时，我们今天还会继续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句型，也就是我们经常用的 there be 句型。在学习今天的句型句式之前，首先先让我们对上节课所学的内容进行一个简单的复习。上节课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主谓类型的句子，主语就是动作的发出者，谓语是主语发出的动作，而宾语是动作的承受者。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快速地看一下这三个句子，来找出这三个句子当中的主、谓、宾。首先第一句话， She is reading a book. Read after me, please. Very good. 所以这句话当中主语应该是 she， 谓语动词是is reading， 那么 reading 这个动作的承受对象是 a book。 Very good。 And what about the next one? Read after me. They played football on the playground. 这句话的主语是 they， 谓语动词应该是 played， 那么 played 具体的承受对象应该是 football，而 on the ground 则是地点状语。最后一句话， Read after me. I want to sleep. 这句话的主语是 I， 我，而谓语动词应该是 want， 它的宾语承受者应该是想要做什么， to sleep 是动词的不定式做宾语。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在主谓宾结构当中，宾语是谓语动作的承受者。那么下面我们来看这些句子。 Now, read after me, please. This is an English dictionary. The dinner smells good. He felt happy.Everything looks different. He is tall and strong. The book is interesting. The weather became warmer. His face turned red. Excellent.现在同学们请注意观察这句话，这句话当中中间的部分是谓语动词，而后面的部分它们和主谓宾结构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后面这个部分它并不是谓语动词的承受对象。比如说 is， 其实本身 is 并不具有任何含义，在这里面我们根据句意翻译成是的意思。 smell 闻， good 是闻的感受，也并不是闻的施加对象，所以后面的部分实际上它们是用来修饰主语部分的。那么我们管这样的句子就叫做主系表结构。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主谓宾结构和主系表结构的区别。主谓宾结构刚才我们已经复习过了，谓语动词是一个动作，而主语是这个动作的发出者，宾语则是这个动作的接受者。但是在主系表句式当中，动词我们叫做联系动词，顾名思义，它是将主语和表语连接起来的动词，所以
表语实际上是用来说明主语的情况和状态的。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八个例句。 This is an English dictionary. 在这句话当中，表语是 an English dictionary， 它是用来说明主语 this， 这是一本英文词典。 The dinner smells good， 在这里面 good 是用来说明晚餐闻起来的感受。 Happy 则是用来形容主语 he 的感觉。所以主系表结构，表语是用来说明主语的状态、情况等等，它并不是动词的施加对象，这就是主谓宾和主系表结构的区别。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主系表结构的定义。这一类句型的句子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谓语动词都不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必须加上一个表明主语身份或状态的表语才能够表达完整的意思。这类动词就叫做联系动词。联系动词一共分为两类，第一类动词表示状态，例如 be 动词 look, seem, appear, smell, taste, sound, keep, remain, and etc. 另一类动词则是表示转变或结果的，这类动词有 become, get, grow, turn, go, come, prove, and etc.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Now read after me please. The door remained closed. Very good. 这个门一直是关着的。这里面 remained 是保持某种状态，这个门一直是关着的状态。 And number two, he stayed single. 他一直单身，这里面 stayed 也是保持某种状态，一直是单身的状态。 Number three, read after me. Ice feels cold.Very good. 在这里面 feels 是我们初中阶段接触到的感官动词，冰摸起来很冷，冷用来形容的是冰摸起来的感觉。 And next one, his hair turned gray in a few weeks. 在这句话当中 turned 是表示变化、转变，在几周的时间里，他的头发就变成灰白色的了。The last one, his story proved false. 这里请同学们注意，我们说 be 动词是联系动词，但是在现在进行时和被动语态中， be 动词不是联系动词，而是助动词。例如 he is doing homework.在这里面 be 动词 is 和 doing 构成了复合谓语，所以它是助动词。 I was hit by a football. 我被足球打了一下。这里面 be 动词 was 和 hit 构成了被动语态，它也是助动词。在第三句话当中 we are happy， 这里面的 be 动词 are 就是联系动词，它说明了我们的心情状态是开心的。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系动词的易错点。在初中阶段，我们会发现系动词有两个特性。首先第一个，它没有宾语。系动词后面我们刚才说了，跟的应该是表语，表达的是主语的状态或者情况。所以我们要用主系表的结构，而非主谓宾的结构。第二个易错点是系动词没有被动语态。在初中阶段，我们见过最常见的系动词包括 be 动词
还有感官动词。例如下面这句话，这道菜尝起来好吃。尝起来应该用 taste， 好吃则是 delicious。 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直接写成 the dish tastes delicious。 我们用主动的语态而非被动语态。同理，这个故事听起来有趣，听起来应该是 sound， 有趣是 interesting， 所以这句话应该是 the story sounds interesting。 所以请大家务必记住，系动词是没有被动语态的，感官动词则恰好属于系动词的一种。当我们用感官动词来表达对一种事物的感受的时候，往往用主动的语态。另外，感官动词后面我们需要直接加形容词来表达感受即可，不需要用副词。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屏幕上这五道题，你现在有三分钟的时间去把每一道题当中的错误改正过来。现在请按下暂停键开始练习。 Welcome back. So first one, where is a mistake? Very good, it's beautifully, right? 刚才我们提到过 sound 是感官动词，感官动词后面我们直接要用形容词，所以这句话应该是 Her voice sounds beautiful. Very good. And what about the next one? Where is a mistake? Yes. 在这句话当中我们缺少一个动词， The lights 灯是主语， Still on 依然开着是它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缺少了一个联系动词连接主语和状态的。那么应该是这句话写成 The lights are still on。 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同学，我们在自己的写作过程当中应该避免这类错误，因为这句话翻译成中文叫灯仍然还开着，所以被动词在这里面并不具有任何实际含义，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也容易丢下这样的被动词或者是联系动词。 What about the next one? The meal is tasted delicious. Where is a mistake? Yes, is tasted, right? Taste 是感官动词，而系动词是没有被动语态的，所以这句话我们可以直接改为 The meal tastes delicious. What about the next one? This 句话的错误也是我们在写作过程当中经常会犯的一种错误。我们经常把被动词和其他的谓语动词直接放在一起，这是不对的。这句话我们可以改为 They stay silent 或者 They are silent。 当然这两句话选用 stay 和 are 也表示了不同的意思。 They stay silent， 他们保持沉默，强调的是一种状态，一直以来都是沉默的。而 They are silent 表示的是现在此时此刻的状态，他们是安静沉默的。具体用哪种方式可以根据当下的语境去选择。最后一个 Very good， 最后一个也是同样的错误，我们同时写了 be 动词 are 和 have 有，所以这句话可以改为 They have three children， 他们有三个孩子。现在屏幕上的这五个例句
都是我们自己在写作当中会犯的一些错误，请大家仔细体会。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最后一种非常重要的句型，叫做 there be 句型。在这里面 there be 句型表示某地存在某个人或者某个物，它构成形式为 there 加上 be 动词加上某人或者某物再加上地点。这里面我们需要各位同学注意的是， there be 句型是非常典型的倒装结构，其中 there 只起引导作用，它并不具有实际的意思。 be 动词是谓语动词，其真正的主语应该是 be 动词后面的名词。有很多同学一说到 there be 句型，第一反应就是这里有，实际上这是错误的。 there be 句型叫做某地存在某个人或者某个物，具体的地点我们需要在后面补充一个地点状语，例如 read after me， there are many apples on the table， 桌子上有许多的苹果。 there are four people in my family， 我的家里有四口人。所以各位同学可以注意一下 there be 句型当中 there没有实际的含义，只是一个引导的作用，真正的主语是 be 动词后面，也就是我标红的字体 many apples 和 four people， 而具体在哪儿则需要我们加一个表示地点的介词短语，例如 on the table in my family。 那么 there be 句型有哪些易考点呢？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句话。 Now read after me， There is a girl and two boys in the picture， There are two boys and a girl in the picture。 Very good。 现在让我们观察一下这两句话，这两句话的含义是一致的。在图片上有一个女孩和两个男孩，但是当我们调换了 a girl 和 two boys 的位置时， there be 句型当中的 be 动词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可以说 there 是一个近视眼，它只能看到离它最近的这个主语。在第一句话当中，离它最近的 and 之前的主语是 a girl， 是单数，所以我们用了 is。而在第二句话当中 and 前面的主语是 two boys， 是个复数，所以我们用了 are。 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就近原则。被动词单复数形式要跟 there be 之后的第一个主语保持一致，如果第一个主语是单数或不可数名词，我们就需要用 is， 如果第一个主语是复数，我们就要用 are。 那么现在让我们自己来试一下。现在你有三分钟的时间，请按下暂停键完成屏幕上这五道练习。 OK， time is up. Now let's read the sentence together. The first one， There are many monkeys in the mountain. Very good. Many monkeys， 所以这里面主语是复数，我们需要用 are。 The next one， read it loudly please. Very good. There is a beautiful garden in our school. 这里面主语是 a beautiful garden， 是单数，所以我们用 is。What about the next one? Excellent. There is some water in the glass. 这里面我们要注意，有很多同学看到 some 直接就用 are， 这是不对的。
因为 some 同样可以用来修饰不可数名词。在这里 water 就是不可数名词，所以不可数名词 be 动词我们选择用 is。 OK, what about the next one? Read it, please. Very good. The next one is there is some bread and bananas on the table. 这里面紧跟着 there be 句型的第一个主语应该是 some bread, 一些面包。而面包是不可数名词，所以我们选择用 is。What about the last one? Read it, please. Very good. There are some bananas and bread on the table. 这里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近原则。虽然第四句话和第五句话的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在这句话当中 be 动词后第一个主语是 some bananas。是复数，所以我们要用 are。Excellent。那么现在我们来进行一下简单的拓展。There be 句型本身它也有时态的变化。首先，there be 句型它可以变成一般过去时。这里面 be 动词我们需要换成 was 或者 were。例如第一句话。昨天在这间教室里有一位老师和40位学生。这里面第一个空应该填 was。非常好。There was a teacher and 40 students in the room yesterday。这里面的 be 动词用法和现在时是一样的，我们同样要用就近原则。And what about the second one? There were 40 students and a teacher in the room yesterday. Excellent. 同样，除了 there be 句型有一般过去时之外，它还有一般将来时。在一般将来时当中，我们有两种结构。第一种就是 will do 的结构。我们把 will do 的结构和 there be 句型结合起来，就变成了 there will be somebody or something。或者我们把 be going to 的结构结合起来，就变成了 there is 或者 there are going to be somebody or something。那么我们现在来具体看一下。首先，第一个 there a party on Monday， 我们可以写 there will be a party on Monday。同样，第一句话我们可以改写为 "There is going to be a party on Monday"， 因为这里面的主语是 a party， 是单数形式，所以 be 动词我们用了 is。What about the last one? Read the sentence loudly, please. Very good. 这句话当中主语是 two football matches。两场足球比赛，所以 be 动词我们需要用 are。There are going to be two football matches in the afternoon. Excellent work.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要特地和大家强调 ，there 和 have 是不可以连用的。例如，下面这个选项当中，我们来看一下。A、B、C、D 四个选项，你认为哪一项是正确答案呢？非常好，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应该是二 B 选项。There is going to be a talk show on TV this evening。在实际做题的时候，同学们经常会被 be going to 当中的 be 动词所迷惑。认为第一个 be 动词是 there be 句型里面的 be 动词，实际上，第一个 be 动词 is going to 是我们将来时的基本结构 ，be going to 当中的 be 动词。真正的 there be 句型的 be 动词在后面，也就是这里。所以这句话的真正搭配应该是 there is going to be， 不能是 there is going to have。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记清楚 there be 句型的一般将来时的结构。那么在本节课的最后，请让我们再看一看有关 there be 句型的拓展部分。在我们自己的写作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参考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就是 there be 句型加上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再加上具体的时间或者地点。这个结构的意思是，在某地或者某个时间，某人在做某事。例如 There is a baby sleeping in the room， 房间里有个小婴儿在睡觉。There is a bird singing in the tree， 树上有一只鸟正在唱歌。There are two boys running in the street， 街上有两个男孩正在奔跑。我们在自己写作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参考这样的句式来丰富我们的表达。 OK, that's so much for today's class. Thank you.